今天介绍王祖贤、张学友主演的鬼片《梦过界》。小强是一家电脑公司的职员，晚上到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兼职。他为什么这么拼命呢？因为要赚钱跟女友结婚。美丽是小强便利店楼上的一位住户。这一天晚上，他到便利店买东西，本来要把一盒奶放在微波炉里面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迷迷糊糊的把口红放在里面，按了开关后，微波炉发生爆炸。小强看见了，赶紧跑过来拉住他。 由于这么一爆炸，空间发生扭曲，阴阳两界互通了一下。原来这个便利店的另一个空间里藏着两只鬼，他们千辛万苦地等着机会借尸还魂。在阴阳两界互通的瞬间，小强、美丽还有经理富贵他们都看到了，便利店上面居然还有一顶吊扇。不过当便利店的灯光亮起来后，吊扇又不见了。等回到家里，美丽洗澡就遭遇了奇怪的现象，洗浴喷头居然咬了他的手。 而次日，小强在公司上班也遭遇了不可思议的事情，电脑键盘居然可以吃他的手。然而这样的现象只有他自己感觉到，别人都看不到。晚上，美丽看着录影带睡着了，突然袋子飞了出来，落在美丽的脖子上，要把美丽给勒死。美丽惊醒后十分害怕，她慌忙把小强找来。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都遇到这样的怪事，只要一睡觉就会做噩梦，而且梦境非常真实。小强领着美丽来找好友狗剩，狗剩懂玄学，就向二人解释这件事。 就像庄周梦蝴蝶，蝴蝶梦庄周一样，人是不停穿梭于现实同梦境两个空间里面。问题是在于他们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？通常这两个空间都是互不侵犯的，不过也有些像小强美丽这样的，睡和醒都混淆不清，这就叫梦过界。编剧通过狗剩的解释，把电影名的意思向观众告知。美丽不敢一个人回家睡觉，她就在便利店找个地方休息。等过了一会，美丽醒来时。 他手里拿着一大把钱，美丽赶紧把小强叫到跟前，告诉他发财了。他手里的这些钱都是从梦里边拿回来的。小强听了觉得不可能，太不可思议了。美丽见小强不幸，决定再做梦一次，从梦里拿钱给小强看。小强等美丽睡觉，结果他自己也睡着了。突然，两个鬼现身了，他们走到小强跟前，拿出一大把钞票给小强。也就是说，此时的小强已经身在梦中，但是小强面对他们强塞给自己，一直拒绝。不过。 鬼说了不要也得要。美丽被小强的叫声惊醒，却见小强怀里一大把钞票洒落。等小强醒过来，发现从梦里真的拿到钱了，他都不知道自己现在是醒着的还是做了美梦。不管怎么说，有钱了肯定是好事。两个人抱着钱去国外旅行，人忽然有钱了，一定会疯狂的消费。试想这件事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都会这样做。等二人回到香港，钱都花光了。晚上，小强也来美丽家休息。 可能二人还想着在梦里可以再拿一些钱出来。突然门铃响了，美丽和小强打开门去，见外面站着两个人，大傻二傻。他们问美丽和小强钱花光了没有，二人赶紧点头。听到他们花光了，大傻二傻很开心。他们现在要收回那些钱，小强不服，当初那些钱是他们强迫给自己的。然而大傻二傻却说：“但是我们没有强迫你们去花。” 既然小强二人没钱还，那只有偿命了。除非二人一辈子不睡觉。此时，小强和美丽都深陷梦中，他们遭到大傻、二傻两只鬼索命。其实，两只鬼只是想借他们的尸体还魂，害怕他们不答应，所以才给他们钱。等钱花完了还不上钱的时候，就可以公然的讨债，威逼他们同意。这种事情特别像主动借钱给别人的网贷，一旦还不上，便可以索赔。由于小强的女友春花得知小强在美丽家，便来捉奸，按了门铃，惊动了大傻、二傻。 阴差阳错之下救了小强和美丽二人，又找到狗剩请他帮忙。狗剩想了想，只好用冥币代替。三人来到便利店，经理富贵一听梦中找鬼还债，他是死活不相信，也非得要跟着一起去。富贵曾经告诉过小强，三十年前便利店的这一块地方是一家金店，有三个盗贼挖地道进入金店偷窃。由于房屋老旧，金店坍塌，盗贼中的老大老二被埋入金店下面，只有望风的老三逃跑了。当小强、美丽、富贵三人进入梦中。 他们真的来到了三十年前的金店，金店还像当年一样，柜台里摆放着各种金银珠宝、钻石项链等首饰。富贵一见这么多宝贝，早就管不住自己的手，大把大把的二傻把富贵绑起来，让他把珠宝都吐出来。至于大傻也现身，拿出匕首也要教训小强一顿。然而美丽衣服上有一枚徽章，拥有法力，把大傻和二傻给打跑了。三人这才得救，从梦中安全回来。小强去找女友村花，却发现村花被绑在椅子上。 他慌忙跑过去解开村花的绳子，村花很生气，用高跟鞋把小强打晕了。等小强脑袋昏昏沉沉、迷迷糊糊醒来后，突然看见窗户对面美丽哀嚎呼救，他被大傻、二傻绑住。大傻告诉小强，如果他想救美丽，就在天亮之前带两个男人尸体来。村花用一盆水把小强叫醒，显然刚才小强在做梦。 女友埋怨他，梦里居然叫其他女人的名字。对于村花来说，小强是做梦；但是对于小强来说，他的梦是真实的。他必须去救美丽。由于女友难缠不讲理，小强用喷水头把女友给打晕了。他一路狂奔，跑到美丽的家里。美丽果然被两个恶鬼困住。小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把美丽从被子里薅出来。二人又找到狗剩。 问他该怎么办，狗剩认为可以满足俩鬼的要求，给他们找两具尸体，让他们借尸还魂。晚上，小强和美丽看见两个放高利贷的坏人，计划干掉他们，拿他们去还债。结果，小强和美丽被两个坏人追着跑。不过，小强手里的迷药掉在了地上，让坏人的两只狗给喝了。小强和美丽用两只箱子准备好两只尸体，然后来到便利店，又跟富贵一起，三人进入梦中。大傻和二傻打开箱子一，一找两个笨蛋回来给他们。 他们不肯上身，所以两只鬼要上小强和富贵的身。双方一时没谈拢，又打了起来。本来小强和富贵处于弱势，可是再一想，在自己的梦里还能被别人给揍了，所以二人反手为攻，联合起来把大傻二傻给暴揍一顿。最后大傻二傻没有办法，只好乖乖地进入箱子里投胎转世。此时大批警察从外面进来，他们要抓放高利贷的两个坏人，而小强和富贵已经从梦境中醒来，唯有美丽还在沉睡。 警察看见两只巨大的箱子，就把箱子打开，结果从里面出来两只狗，来到便利店，还有一个老头王叔，他看见两只狗喊大哥二哥。王叔就是三十年前逃跑的那个盗贼，他一直在等大哥二哥还阳。小强一直呼喊美丽醒。此时美丽在梦中金店里狂捞金银珠宝，他能感受到小强在摇他。其实美丽不想那么快醒来，他想要多拿一点东西。小强为了美丽和女友分手，他早已深深的爱上美丽。 所以小强决定对美丽人工呼吸，画面意义不大。我们绕过去等美丽醒来，他手上还带了不少钻戒回来。而王博和女儿在大哥二哥的带领下，来到一处废墟地，他们从地下面挖出三十年前要偷的金子，父女欣喜若狂，高呼苍天有眼。电影结局，小强和美丽因梦结缘，相爱相守。本片应该是香港电影关于梦境与现实如何理解的一次探讨。我觉得电影的创意很好，可是情节拍的太乱了。 枉费了一众大咖明星出演，王祖贤、张学友、吴大维、陈雅伦、袁华文、文俊、山丽文，以至于可以成为经典电影，最后却淹没在影子中，太可惜了。期待关注收、收欢迎留言、转发。